台湾牧笛协会创办人郭坤照老师与台中市南屯国小退休的林启文老师所组成的直笛二人组，五月三日莅临海端乡初来国小，为全校师生演奏了包含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和现代流行乐曲及卡通音乐，两人精湛逗趣的表演与解说，让全场师生度过了一个小时兼具知性与感性的愉快上午。跟林老师创立这个团，其实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展音乐教育，推让家长重新认识真正直笛的声音是怎么样。所以只要有邀约，原则上我们有空，我们就会前去这样子。那但是，跑了几趟比较不是都会化的学校的之后，我们很深的感觉是，偏乡似乎更需要我们去。当然并不是排斥都会学校，因为感觉上都会学校就是机会更多。那偏乡，尤其上我们前一回到花莲的某一个学校，在那个山下的小学，那校长跟我们讲说，哇，这个是从来没有的经验，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觉得很震撼，然后很有意义这样子。所以往后大概会比较偏向往偏乡跑比较多这样子。直笛这个乐器，其实在我们认知它是教育乐器，我们不走演奏的路线。演奏当然在欧洲有非常非常多很厉害的这个职业演奏家，那我们达不到他那样的层次。那就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是学校老师，所以我的乐团的老师我都跟他们讲说，你要尽量去把你在这里学到的，然后要到这个学校去把它，不管是主乐团也好，或者你在学校上音乐课，都要把正确的观念、正确知识给同学、给小朋友来接受这样的讯息，然后让小朋友不会说课余之暇，他不会只有永远只是看电视或者滑手机，他还可以把乐器拿起来吹一吹。我觉得这样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乐器。退休第四年了哈，那在退休的时候，就是跟好朋友郭坤照老师，我们大概一起从事直笛教育有三十几年了。那刚好我退休以后，
我们就想说在学校教子弟教一辈子，然后可能学校的子弟教也会有一些瓶颈啊，因为一般家长可能对子弟这乐器不太认识哈，所以可能家长也不会很支持小孩子去学这样的乐器，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去考街头艺人啊，然后直接吹给家长听。那另外呢，我们还想说，哎，那很多学校可能师资，尤其偏远学校，可能师资上的问题，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充分的了解，或者可以很充实的去学习这个乐器，所以我们就想说，啊，那我们就到学校去好了。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就设计一套，一个小时左右的节目，然后这里面大概有包含了子弟的历史啦哈，而且音乐的要素啦，还有很重要的面对学习音乐的态度，那我们就把这些元素融入在我们这个音乐会里面，然后我们就义务的到各乡镇或各学校去演出，然后跟小朋友分享音乐，让他们也对子弟音乐多一点的了解。那台湾很可惜，就是在早期制造比较便宜的乐器的时候，没有把乐器的那个性能做得很好，所以一般家长可能会认为它不是一个可以值得学习的乐器，所以这也是子弟的宿命吧。自从我们台中县在三十几年前开始组织子弟教师子弟团之后，我们就开始跟国外有一些联系，然后开始学习哈，然后也开始演奏哈，然后现在也大概都蛮蓬勃发展的。那一般家长我们还是想说啊，需要让他们了解啦，所以才想说啊，到处去演奏哈，让大家慢慢了解这个乐器这样。郭坤照及林启文老师透过乐曲演奏，介绍木笛的起源及木笛家族的成员，并带来在偏乡难得一见的大低音笛、背低音笛，并亲自现场示范吹奏，让小朋友了解这些乐器的音域与音色，全校师生意犹未尽。林启文老师并录了一首同时吹奏两只子弟的绝技，师生都大为惊奇。等一下，我没有骗你们啊，他们真的可以合在一起哦。叔叔有练过。其实最开始想法只是希望家长不要限制孩子吹乐器啊，因为小朋友在家里一吹乐器，有的家长都说啊好吵，不要吹。那你不给他练习，他就不可能好听啊。如果透过我们演奏，能够让老师或者家长觉得说，哎，这是个很好的乐器，那小朋友呢吹奏它，那对性情陶冶，对各方面都有好的影响。不管是学生引起他的兴趣，或老师重新认识这个乐器的教育功能，然后让整个教育环境因为这个乐器而然后会在音乐教育上会有所提升，这样，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